队乐天女孩和日本乐天金鹫啦啦队合体，在球场上卖力热舞，不过却发生小插曲。乐天女孩 Yuri 脸上的灿烂笑容加上大长腿，画面十分吸睛。不过一个大踢腿让她重心不稳，一屁股摔在草皮上。只见 Yuri 先是尴尬的狂笑，接着敬业的站起来继续热舞。站在一旁的石原也忍不住笑到弯腰。一同在日本仙台演出的 Linda 将画面po上网，说这是 Yuri 跳啦啦队6年来的巅峰。石原也在底下贴文澄清，有先问 Yuri 还好吗才开始笑。林湘也说，我看一次就笑一次。底下留言聚集了好多啦啦队女神。乐天女孩的人气成员 Yuri 有地表最正啦啦队女神的封号，前阵子还拿下 YouTuber 台南 Josh 举办的乐天女孩选拔冠军，可见人气居高不下。这次在日本仙台的演出， Yuri 热舞的太卖力，意外惨摔在地，超球画面曝光，瞬间在网络上引起热议。